师大学，大学生什么？红绿圣诞趴大对抗。是的，马上我有柯有伦领军的红队同学。对哦，所以他们一定也会这个送礼物啊。但是你知道，光是澳洲调查说，其实他们收到的礼物都不见得会喜欢。光是不喜欢的礼物呢，一年就替澳洲制造2000万个垃圾。对呀，而且很痛苦，还要假装开心。是。不过今年呢，大家可以送这个一个电影票，好不好？当耶诞礼物就是正头啦。正头啊，欢迎三位主角。彭凯导演，好，介绍一下大导演。是我跟柯有伦还有宇轩一起演的，然后我们三位男主角呢都时间在太阳底下，对，然后宇轩非常的辛苦，然后他晒的就像我们男生一样黑，真的，脸上都有黑圈的感觉。我之前在一个活动上面有看到那个宇轩在打鼓，嗯，打得好厉害，厉害，他超厉害的，男生把男生比下去，他是打领鼓，他是打第一个，领头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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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了解，所以这是在明年的春节，对，明年春1月20号的时候会上映跟大家见面。哦，好，先祝三位圣诞快乐啦，谢谢。好，已经冲出去了，冲电影票的意思，冲电影票的意思。好，那请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你的圣诞经验，收过最奇怪的圣诞礼物是什么呢？虚胖，哦，就是因为我同学把他送我那个沐浴球，然后他说卖完了，所以就买马桶刷。超级痛的，而且整个后面都是红的，你拿来洗吗？我想说可以试，来洗背。天哪，抽不到。好了，今天呢，各位呢，既然分成红队绿队呢，那我们就不要浪费，我们好好来这个竞争一下。今天红绿圣诞对抗赛总共有4关，两队依照任务闯关，获胜的那一队就可以抽礼物2选1，分别有天堂牌跟地狱牌。天堂牌是制作单位精心准备的潮流服饰，可说是近期十分抢手的单品，而地狱牌就是同学不用准备要丢的超瞎礼物，抽中这些礼物可能比入地狱还要悲哀啊。而游戏中间可以请救难小天使宇轩来帮忙完成任务，但是每队只有使用一次小天使的机会。最后4个关卡累积最多分的那一队，还有圣诞大餐加在奖金可以领，究竟哪一队会是今天最后的赢家呢？ Let's go。 好，所以请大家这个小心啊，要好好比赛，因为每一关都有一点诡异啦。好，对，是。好，第一关呢，第一关马上要进行圣诞老人正音班。第一关，圣诞老人正音班，每队派出5位同学，一一站在蜡烛前面讲出有关圣诞节的台词，利用最后一个音吹熄蜡烛。而这一关采用3战2胜制，最快吹熄蜡烛的那一队就获胜了。计时开始。我的响叮当，他再近点，什么问题啊？圣诞曲啊，圣诞曲。屈原吗？圣诞屈什么？什么屈？屈什么？圣诞曲啊！这个背二二的，完了，放弃是不是？圣诞蛋，我觉得还是，我觉得还是让队长来。队长，圣啊什么？你刚说什么？同一句吧。圣诞曲。圣诞夜惊魂。圣诞夜惊魂，圣诞夜惊魂，圣诞夜惊魂，又圣诞夜惊虚啊，好虚啊，魂，圣诞夜惊魂，魂，圣诞会，圣诞树，不然这不算吧？知道不？再点着，再点着，算不算？啊，你们红队完蛋，完蛋，来，拔彩，圣诞树。树
树树树，圣诞树树没有树太难了，圣诞树。另外一个词嘛，圣诞树树。好，来下一位，圣诞大餐。餐餐餐，快点餐！这个游戏怎么那么难？圣诞餐，圣诞餐餐，圣诞餐餐，圣诞餐圣诞餐餐餐餐餐，圣诞餐餐。好，有了有了，好。也没什么趣，对，要找个有气，那不就是不能顾形象？对，对啊，像我吹的飞就是一边加气一边加口水，对，口水一定要出去。2分16太长了，绿队。是的，刚刚的红队的分数非常非常烂，2分多钟。那接下来我们小鬼，你觉得绿队分数会如何呢？来，小鬼加油，好，小鬼拿到第一棒是不是？来，请开始，只开始。过圣诞节去，漂亮漂亮，喂圣诞花，什么神父哦，神父神父神父，迷迷迷，不能那么近，不能那么近，不能那么近，不能那么不能那么近，你头不能超过这边，你力好不好？绝窍了哈！绝窍了，可以啊，没问题，好，加油啊！预备，计时开始。圣诞老人喜欢轰趴，圣诞老人喜欢轰趴，有了，蛮厉害。大雪飘飘，圣诞火火，圣诞火火，圣诞火火，火火点，圣诞火火，小天使强，小天使，圣诞火火。对，请就位。第一轮领先的绿队能不能把时间压缩在37秒以内呢？计时开始。迷路怕老，呼！迷路怕老，你可以近一点，你可以近一点。迷路怕老，呼！哎呦，圣诞节又。来交换礼物，来交换礼物，
所以队长来 PK， 那两个人都要讲一样的词，然后一次呢就是四根，看这只能讲一次哦，然后他会熄灭几根。好，硬哦，大雪纷飞，大雪纷飞，好，飞来，小鬼，圣诞老人爱开趴，趴趴，飞来趴，好，再开趴好了，石头布布，好，爱开趴，谁先？你先，我先，好，好，好，点的位置哦，我们前面要有的，对对对对，圣诞老人爱开趴。手自己注意一下，走路离不开家，走了一千分裂，圣诞老人爱